啊，比完赛都好紧张啦。虽然参赛都参到好多次，但系今次都系比较大嘅挑战，因为我一直以嚟咧都系以东马蛋为主，咁啱啱先转型，咁希望慢慢通过今次嘅比赛，自己慢慢去学习，希望以后观众更加去支持我哋啦，咁样样支持我啦，咁虽然系一个好短短嘅演艺大赛，但系咧过好多位选手，包括我在内，都系落咗好多功夫啊，咁样样。饰演前玉莲嘅吴非凡，得分系96.97分、97.03分。97.12分、96.38分、97.08分、97.08分、97.31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同一个最低分，吴非凡最后嘅得分系97.05分。